金饼、卷心香肉丝还有小炸串。八点半左右直播，姐妹们，金饼还是29.9块给你们发80张。哎呀妈，这金饼卷一切都好吃，回家简单炒点土豆丝儿啊，什么那个小青菜啊，卷里都好吃，可薄可薄了，看见没？薄但是筋道。嗯，看什么样子啊？箱子我卖都忘带了。再来一个，卷点肘子啥的，搁点葱，搁点黄瓜丝儿，超级无敌巨好吃。嗯哼哼。超级无敌巨薄，来块臭豆腐。今天边跟你们聊天，边卖点货。